贴心有感，参与有感，明明向上，精彩飞扬。好，跟大家报告，我们已经成立媒体中心。那媒体中心呢，我们分成了服务组、还有赛事组以及我们资讯组哦，还有媒体组哦。那我想，我们要让我们所有媒体记者哈啊，在我们这次全国啊全中运的赛事当中，可以说是贴心有感哦。最重要，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最有效率提供所有每一个竞技场所哈。所有选手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比赛的这个成果，让大家第一时间里面就掌握所有的讯息。所以呢，我们呢 特别搭设了哈两个非常宽敞的这样的一个厂区哦，不只是提供各项面的这服务了哈，包括如果我们的媒体记者要到现场去观看这个赛事的一个成果，我们都可以提供接驳车的一个服务哦，甚至呢我们的网络视讯各方面呢都做得非常的周详哈，甚至呢在这个地方哈，大概资讯各方面都非常快速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媒体中心的成立啊，可以让我们媒体记者先生呢掌握第一时间最快速而且最有效率的这些讯息。为了要服务更多的我们的媒体，所以我们在斗能田径场又设置了一个媒体中心啊。那这个媒体中心就是呼应我们这一次的四大好感，就是要让所有的媒体贴心有感哦。那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中心，来跟所有的媒体记者朋友，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哦。有任何的问题，只要单一窗口跟我们媒体中心来做反应，我们都会做例行性的处理，把任何你们需要的资讯或者遇到的问题，或者你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都可以跟我们这边来做转述哈，我们会立刻做最好的一个处理。拜托大家多多的使用我们媒体中心的资源，然后一起去宣导我们云林在地的国际级的赛事。然后我们希望110全中运由云林出发，全国展开，迈向世界。